一直以嚟，除了好似黎雄呢类的目击证词，同埋中央电视台播放过的清场片段，在影像上，天安门广场呢一段的清场历史咧，可以讲是一片空白。不过我哋几经艰苦，最近就找到一段香港未播过的片段。咁原来有一队嘅西方电视台摄影队喺匿埋喺广场入边，同啲学生一齐。佢哋咧系一队西班牙嘅摄影队嚟噶。当长安街发生军民冲突嘅时候，佢哋并唔喺现场。咁后嚟长安街封路之后，佢哋就喺国内司机嘅带领之下，穿过好多北京嘅小胡同。咁最后咧就经过东郊民巷呢一度，翻返去人民英雄纪念碑。时间系凌晨嘅两点几。好嘞，走走走。今天我玩的朋友是谁？西班牙电视台的摄制队在穿越这些北京大大小小胡同之后，终于就来到天安门广场。在这里他们拍到参加绝食的刘晓波，为了表示要非暴力，想将一支收藏在学生里面的枪打烂。凌晨四点，广场灯光全部熄灭，解放军开始进驻广场。二十分钟之后，广场再次开灯。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解放军成功进驻人民英雄纪念碑，学生开始撤退。这个时候大约是凌晨四点四十五分。我们会回来的。当然完了，对，现在可以回家了。
沙土。他一点性都没有。广场上面的学生和摄影队是在广场东南面离开的，经过前门向西面进发，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想回去北京市西北面的大学区。当一切似乎趋于平静的时候，撤退的学生又在六部口这里遇上军队，摄影队就拍到当时的情况。由广场撤退的学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欢呼。有人仲送一啲鞋俾佢哋換。朝早七點，西班牙攝制隊到達六步口。喺呢度，撤退嘅學生隊伍再次遇到軍隊槍擊。他们怀疑是遇到军队的一次军事调动，所以见到大量军车。学生就霸了半边长安街向海淀区西北边那边行，咁前面有三个坦克冲紧过嚟，咁后屘冲散咗啲人群，咁亦都向人头颈开咗少少枪，咁嗰啲其实好似系烟雾弹咯，我咁即系啲即系比较刺激性嘅嘢咯。你把武器全用真枪，全用真枪打，全用真枪，真是全用真枪打。刚才咱们这个木板，手炮踩着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就是那自行车回来，让他踩踩。西班牙的摄制队离开了六步口之后，就在群众的保护之下找到一部车离开了学生的队伍。这一段片段呢，或者就可以弥补一下6月4号凌晨由4点到7点钟期间的一段历史空白。至于整个北京城以至到整个八九民运又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？相信历史自有公论。多谢大家收看，更加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